篮球比赛有什么规则？球员底线发球不能超过5秒，半场进攻不能超24秒，拍球不能用双手，不能二次拍球，禁区外不能带球撞人。篮球比赛每队5人，其中一人为队长，替补球员最多7人，但可依主办单位规定增加人数。比赛分上下半场，每半场各2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比赛结束，两队积分相同时，则进行延长赛5分钟。若5分钟后比数仍相同，则再进行5分钟延长赛，直至比出胜负为止。比赛开始，由两队各挑出一名跳球员，在中央跳球区跳球开赛。总结：一、篮球比赛每队5人，替补球员最多7人。二、比赛分上下半场，每半场各2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三、比赛结束，两队积分相同时，则进行延长赛5分钟。